哦，第一次来哪个比较特色一点？第一次啊，那你就吃八个汤或者八个啊，八你八个五个，八我要吃哪种馅儿啊？荠菜馅的多，荠菜馅的啊，有虾仁馅，吃荠菜的多。明显啊，明显没在，哎，阿姨他们也是的，现在店多了，他们也是在那边吃的，那边位置好，那边环境好一点。是胡哥他们吗？哎，胡哥以前是到这边去的，到这边胡哥啊，像他们都是的，胡哥啊，石真啊，哎，好多人，这边常德亚来过的，常德亚那天呢，上次住在这里，他们不说我也不知道，后来一说一看，我吃。我已经不关心娱乐圈了。哇，他这个红的好大，外皮光滑，里面的馅儿是抱团的，吃起来很扎实。校园包，味道虽不惊艳，但也有家常的感觉。推荐的猪排也还可以。但最让人感觉暖心的，还是老板娘的微笑和热情。凌晨三点半，哇！打耳光都不舍得放下的馄饨。